宣和清口贝，五个字有两个字都读错了。宣和清口贝吗？鲜活。哦，鲜活。鲜活，我听出来了。鲜活吗？鲜活普通话。可是就要宣和。任性。应该这样，妈妈就是妈妈。这是也是有机菜哈，不卖隔夜菜。看起来像隔夜的是吗？我们那里卖的菜嘛，刚从地上采上来的，真的还是比这个还要看着还要新鲜一点。你看，这新鲜的。你是不是很爱吃鱼？啊，因为你爱挑刺儿，因为你爱挑刺儿。你是不是坐在海边？为什么？住在海边。因为你管得太宽，还有你接不住的，妈妈都很会耶。他突然给我来这个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来的。